大家好，今日2023年5月26日维园咧有一个佛诞嘉年华。到今日6点钟嘅，大家睇到呢段片咧，快啲嚟睇啦！咁里边有啲乜嘢咧？就有好多素食啦，有好多素食嘅摊档啦，咁亦都好多佛教活动，譬如坐禅啦，一啲抄经啊，或者系讲声闻大师嘅生平嘅展览啦，浴佛嘅仪式啦。咁如果大家今日赶唔切嚟啦，错过点样咧？唔紧要嘅，每年咧佛诞咧，佢哋都会搞呢个活动噶。咁你下年咧就早啲留意。資料就早啲到啦，咁都一樣嘅。咁所有裏面咧都係要用一啲代用券嘅，咁你就可以做你嘅活動啦，有好多攤位遊戲啦、買嘢食啦，或者一啲紀念品咁樣。咁所有嘅款項咧都係捐去佛光山呢個佛教嘅機構，咁係好有意義啦，同埋做得好好，好有趣，好多細路仔都玩得好開心。咁大家咧趁住咧今日6点前咧都仲有嘅，快啲嚟睇下咧，都仲夠時間嘅，而家只係1点钟啫嘛。咁今日呢一個公眾假期佛誕咧，咁做一啲有意義嘅活動咧係非常之好嘅。咁希望咧你哋睇到呢段片，介紹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如果趕唔切嘅咧，就下一年就再嚟，就可以參考佛光山佢嗰啲資料，上去個網址睇下幾時會再有呢啲活動啦。咁今次就分享咁多，咁下年咧希望見到你，咁希望你中意今日嘅介紹，記得分享、贊好、留言俾你嘅朋友，等多啲人知道呢個資訊。如果裏面影片咧影到某啲人嘅樣貌，希望佢都唔好介意啦，因為都係一個直播形式。咁希望大家都中意呢段片，好啦，拜拜。